鹿港福林宫今年王爷有指示成立新的管委会，而且会在十一月二到三十举办吉安三献法会，为国家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鹿港福林宫预计要伫哩十一月二十九号、三十号两天举办吉安三盆花会。另外，伫第二天的普渡仪式了后，普渡品也将捐出来，予爱心单位来帮助弱势。咱从底姜子吼落来，唔知几年啊啦吼，啊要甲定心安姜子啊吼，啊甲青玉子，啊要予咱安分千岁吼，都要搁起来发挥，要来救世万民啊吼。啊，咱个甲办一个吉安法会，啊，甘超多吼，互、哦、咱这边对面即摆即停车场，即拢是以前拢是即公墓啦吼，啊，或者古坟遐贵吼，啊，互伊食一顿饱，啊，是在那咧做功做功德，啊，互咱福林宫会当安尼较发扬光大，即要来办这边的吉安法会，吼、哦、啊，祈求着拜托着善男信女吼，啊，善信大众吼，啊，共同。来响应着咱福林宫、鹿港福林宫，会当予伊家己较兴旺咧。庙方也来邀请民众，到时阵会当来到鹿港福林宫参与这场吉安三盆法会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、鹿港彩虹报道。